来是沙拉的消息，沙拉公民社区一路打造风景点，特别邀请呢这个萤火专家来指导改良山萤火。当年三月中旬萤火开花时，沙拉中正路边拢是粉白色的花瓣，景色是有够水。在地里长带这公民国小学生去赏花，要为香港来游客专工来欣赏萤火，感受春天萤火水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